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今天下雨天了，所以说的声音都发不出来。大家好。OK， 还是能够活动活动一下喉咙。我不是你们唱歌的。OK， 那今天下雨天，感谢各位来到九八村。你今天安排的林志玲，有人没有听过的吗？林志玲是谁？OK， 没关系，待会你就可以慢慢了，慢慢的了解他。今天呢，上下半场都是他，下半场我们会休息一下，休息24小时，明天早上再来。OK， 那个今天上下半场都是他，今天的门票呢会折换成一杯饮料，不要忘记了你的那个你今天的权利啊，那个过期就没有用了，就只有在今天12点，只要我们还在都可以换。今天也感谢这个184的那个演出香港来的朋友，然后在他们的旅程在台湾安排到来到九八村，非常感谢他们。台东这一个礼拜都一直在下雨啊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台东其实下雨也是很美的一件事情，只不过说蜗牛比较多，可能香港的朋友没有吃过蜗牛啊，人家出去的时候小心不要把它打了。待会演出当中呢，请不要哈、现在大家请把行动电话弄到静音，请不要讲话。我们今天的那个歌手就是一个人而已。今天听起来今天的那个音乐呢、性质呢，都是听起来都非常舒服的。尤其在这种天气回家的时候呢，各位都会睡得很好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如果上厕所的话哈，中场休息的时候，我们厕所这个门。这个布帘打开，正对面那一栋就是厕所啊，男女厕所。如果说你厕所来不及使用的话，可以到男厕所，要跟右男厕所，那一边啊，就不用等太排队太久。那九八村，开幕到现在已经今年7月30号就是一年，然后到现在的话也。还算是很新的一个地方嘛，在台东。九八村也创造了很多台东的奇迹嘛，也创造台湾一个不一样的那个欣赏音乐的一个地方。很可惜今天下雨天，我今天不下雨的话就不再看到，不会的感觉那更好。大家还会看到星星月亮，可以看到北斗七星家在哪里，都可以看得到方向在哪里。那我话就不多说。那谢谢各位，来到九八村，我再次谨谢代表交通部观光局、台湾好基金会及九八村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谢谢各位来到九八村。那我们现在就掌声，我们的歌手吴志明。